今天呢，我们家的 Shane 呢，要为大家制作健康的果菜汁。请问这位先生，这位大厨，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果菜汁有什么样的材料吗？我有苹果。哦，好，苹果。那请问这个紫色红红是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，是 beet。beet。好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红萝卜。红萝卜，这是我削的。然后这一个绿绿的有什么东西？菠菜。菠菜。对。还有 broccoli。哦，你听说最近花椰菜，听说有什么新的 study， 请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新的 study 吗？你不是最近你听到一个 study 是有关于 broccoli 花椰菜的？没有吗？你不是说抗癌吗？哦，对对对对。会抗癌。对，就是说听说里面啊，真的很烂。听说里面就是有东西是可以杀死癌细胞的，就是我们亲爱的 broccoli， 大家要多吃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芹菜 celery 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买了一堆的东西要准备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待会呢，他就是我们家的炫就要开始帮我们来制作果汁了。Cool， cool。我要按 stop 吗？还是一起？